大家好，我是张金峰。今天我很荣幸，我能进入这个香港赛区的前三名。我很喜欢去北京这地方，因为我觉得很漂亮。下次还有几位大师叫我们唱歌，我也非常开心。还能去故宫啊、长城这些地方，我非常的开心。还能去体验中国的文化，